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哲，我是功夫哲教练郭连周啊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武术的身法，其实身法用的非常多，包括拳击的摇臂躲闪，它都是一个身法。其实身法主要就是躲闪和防守反击，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灵动性啊。今天讲的身法是摇荡和折叠的一个综合。我们摇荡折叠就是上中下，上中下身体的起伏，上中下啊，一定要带上步法，用身法去带步法。我手向前一出啊，步子它就向前走的感觉，人就出去了啊。手一指啊，身法摇荡，人就出去了。这个身法包括对方抱住你，你身法非常的活，就很容易挣脱开。